Super Junior 的经历何等变迁，也无法抵挡他的王牌成员崔始源的人气和热力。近日，崔始源现身北京某化妆品牌活动现场，众多得到消息的缘分们早已等待多时，并为始源欧巴准备了礼物。在与现场观众互动的环节中，崔始源健康的皮肤成为全场的焦点，让当天的缘分们尖叫不已。向来正是男明星代言女性用品的风潮，包括卫生巾、唇膏、香水等等，趁无穷，市场反应良好。当问起始源代言女性用品是否会尴尬时，始源表示毫不介意。요즘 같은 시대는 그게 남녀 공용이 많기 때문에 저도 여성 화장품을 좀 많이 쓸 때가 있어요. 무서워해, 매원티.